做什么都可以，只要你准备好了，做什么都行。准备好？准备什么？任何事情，现在谁都不知道会是什么，但是它就在未来等着我们呢。建造一个让每一个人成长和发展的城市，未来是由
大家是我们下边的三个通道旅程，欢迎大家下次。